戏吗？家宝，家宝，你不去看我爹洗澡，你来看我洗澡。四爷，你认识我哥哥，为何不敢承认？这名册上的名字也是你撕掉的吧？百密一疏，还是被我给查到了？认识又如何？只是点头之交，也要常挂在嘴边吗？点头之交为何会知道这首曲子？全汴京知道这首曲子的，可能就只有你我二人。难不成是四爷想要隐瞒什么？